这个球平叔杜兰我的天哪、啊、王威成今天超厉害的、哦、发光啊球大部分都没出内野但是他一直在上垒对因为滚动的速度比较慢、哦、这个一垒手不得不跑出来去接这个球对而且刚好就在投手一垒手跟二垒手的中间那个地方变成三名野手都被球吸引过去、哎、天哪兄弟真的是遇水则发好邪门哦对啊我觉得你觉得我觉得马斯格斯怎么样我觉得他是应该在后站垒包上后站垒包对、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还有我们兄弟最新的 Podcast《兄弟你来说》。